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1940年，属龙的。1940年属龙的是吧？啊，是的。师傅，我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哎， Hello? 我知道，我在看呢、啊。你们不能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呀。每一个人平时要多念经的呀。我念不及。你念不及就等于一个人一样的。你说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嘛，就是死了呀。你听得懂吗？我听得懂。哎呀，你妈妈现在我看她的图腾非常不好啊，她是得癌症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哎，我跟你说的，现在有点扩散，你听得懂吗？啊。哎呀，真的是。你妈妈儿，你妈妈而且现在还不相信。嗯、哎。我只能跟你讲了，你要救她很难的。她现在几岁啊？她现在几岁啊？73。哎，现在知道了吗？73、84都是大劫呀、啊，会走人的。现在知道了吗？哎呀，所以但是您说还可以，我妈还有1年半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要靠你们念经的呀，你来不及念的话嘛，就1年半都没了呀。你要来得及念的呀，你现在平时又不懂得念经，又不知道去帮助别人过去。所以谁来帮你呀？你告诉我呀！哎，所以啊，你们那我现在我该怎么做呢，师傅？现在你没有办法，你只有求人呐、啊，求人帮你念呐、啊。你没有小房子救不了的，而且你要许大愿。你现在放生，你小房子念不了，你至少放生要多放一点的。你现在放生放多少啊？那师傅，那想请问一下，我放生现在我大概要放多少条鱼？你不是放多少条的问题的，你现在放生至少放3000条啊。OK， 放3000条，然后呢？赶快试试看呐、啊！你妈妈也是的，节约嘛节约不得了，但是年轻的时候做过点小生意，抠人家钱，现在都有报应了，你听得懂吗？啊哈。哎呀，那真的。那我小房子，假如是每天都念30张的话，也是救不到我妈妈吗？你尽量吧，你尽量吧，自己尽量吧，尽自己的努力吧，好吗？现在我看已经很危险了，因为他很危险啊，因为他是这是有点晚期的，你听得懂吗？嗯，你自己所以平时叫你们要多念经，多做善良的人，少做坏人，他就没有事。经常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坑蒙拐骗呐、啊，到了晚年都会有报应的，你明白吗？哎，嗯，所以你现在知道了，所以我跟你讲了，真的，你赶快给你爸爸妈妈念经啊。哎，你不念不行的。我有在念。哎呀，你叫人家，你是马来西亚供修组还是新加坡供修组的？啊，我是马来西亚的。你叫人家帮帮忙啊，只能啊，怎么办呢？那就是说，那要多少张呢？你像这种小房子，你爸，你现在你妈妈现在这种病的话，420张念完之后，还要念560张。520张，然后再念完就是520。560张， okay, 你像这种小房子你不念的话，他，我跟你说很难救他的，我只能讲到这里。假如是公修会的人帮不到我呢，我就没有办法咯。你问问公修会，他们应该有点办法的，求求他们了。有时候真的要靠自己平时做功德的，你平时又不帮别人，人家怎么会帮你啊？听得懂吗？还有就是自己啊，要许大愿了，说给你妈妈这条命留下来，至少你要讲出个理由啊，说妈妈留下来为了什么，
对不对呀？不可能就是为了活的呀。比方说很多人说啊，我现身说法，我以后要度更多的人，我要弘扬心灵法门，你这个都是一种强大的一个愿力呀。你现在这个什么都没有，你说他留下来，你这个关留下来了，他下一次关又要走的呀，你听得懂吗？啊哈！那师傅，请问你可以加持我妈妈一下吗？加持也没用的，因为就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加持相当于什么？打一针，让你痛得好一点。加持就相当于给你一点点机会，让你能够跟菩萨接通一点信息，就是这种力量。但是真正的力量要靠你妈妈自己的。她现在相信不相信了？我问你啊。我妈妈有相信，但是身边的人照顾她的人都不相信。哎呀，这就是没缘分啦，你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人要有缘分的，没有缘分真的很麻烦的。哭嘛也不要哭了，傻姑娘，明白了吗？那个一定要自己要坚持，一定要许大愿。你想救你妈妈，你就自己多许点大愿吧。听得懂吗？好吗？我知道了，师父。好了啊，多求求观世音菩萨，多许大愿，愿力能够改变一切的，听得懂了吗？啊，再跟共修组的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给你一点，能烧多少就烧多少，听得懂吗？啊。好的，谢谢您师父。好吧，加持已经给你妈妈加持了一下了，台长刚刚已经给你妈妈加持了一下，基本上她身上以后不大会就是说剧烈的疼痛，因为她现在这个癌症有点痛，你听得懂吗？因为整个星期有个中医帮我妈妈推拿之后，她就很严重了。看见了吧啦？你知道那些中医或者是谁，他有时候他都不懂的，有些事情不能去碰的。那个不是说什么地方长癌症了，你就去推什么地方，不要推出毛病出来的。哎，他说他可以医我妈妈，然后我不是给他试看一下了。哎呀，你叫你念经了吗？你就不要再去找这，哎呀，你就按照西医。我有念。念一边念经一边找西医看看嘛，好啦。中医只有调理，不能推拿的，你听得懂吗？哎，你们真的瞎搞了。好了，师傅，台长会帮你妈妈疼痛会减少的，这个没问题的。但是这个阳寿还是要靠你自己。师傅曾经讲过了，平时活着的时候多度人呐，多做功德，到了晚年的时候要延寿，这些时间都能算进去的。如果你现在打麻将啦，你做事情啦，或者你在浪费很多时间啦，实际上这些事情都不能弥补你的。啊，师傅，我问一个问题，然后有其他同事，有其他同事有问问题，我没想到今天打通，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做梦梦见就是有蚂蚁，身上有蚂蚁嘛，然后全身都是，后来我就梦里面叫观世音菩萨，然后叫完观世音菩萨，我就开始脱裤子，然后就脱掉好多蚂蚁，后来我就醒了之后我就许愿那个108章，还有先放生了1000条，然后又放了5000条，还在陆陆续续的放。然后，前几天我妈，因为我就是菩萨慈悲，刚让我找到一份老师的工作，就是菩萨帮我，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所以就是说，我就是念这个时间会少，这都是我妈妈开始帮我念那个108里边的小房子。然后我本来这段时间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节快要过去了，心里边就有一些平淡了。结果昨天晚上不是前。我刚有这个想法之后，晚上我做梦梦见就说那个我得了一种怪病，很快就要走人了，我就在梦里面哭，我就说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后来本来醒了之后我都记不得了，突然间一下又让我想起来。我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梦是不是提醒我这个劫还没有过，让我不要掉以轻心了？对呀，一样，一模一样的。哦，因为第一次就是前段时间有师兄不是帮我问，我想我这个节过没过啊？刚烧了21章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地府的女的提醒我说现在还没有过，很多人需要小房子嘛。那次也是我梦的，然后这次我刚有那种放松的想法，我就又提醒我了。师傅，我现在还需要注意什么呀？我看你不想活了，你好好的努力呀、啊，永远、啊哦、要下去的，听不好啊？
到永远，明白吗？明白。嗯，开什么玩笑？你以为那么容易的？一个大劫的话，化解不是这么容易的，尤其要命的话，要命的劫。对，师傅，我现在很纠结的就是，我到这个劫的时候，哎，求菩萨找的工作又找到了，搞得我现在念经的时间也少了，师傅，我业障很重，师傅。对了，嗯。师傅，你能不能批评我几句啊？我就自己。好好的努力，你要你，我不是批评你的问题，你要想活着你就好好的修，你要是想走了你就随便，你随你的便。没有，我好好修，我好好修，好好修。就是现在因为是做老师要教学生，但是我就觉得无法还有念经的时间比以前少太多，我在这里也是向师父忏悔，你像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太不珍惜时间了，我觉得我也不精进，我觉得我小房子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念，然后以前也没有胆量度人，有胆量之后时间又少了，我真的做错很多事，又浪费很多时间，对不起啊师傅，我错了。嗯，赶快啦，好好的啦，做了老师，听听台长今天节目前面有一个老师自己讲的事情，你就知道了。嗯。嗯，明白了吗？喂，你好，哎，喂，哎，喂，你好，你哎呀，你好，卢台长，我没想到我能打进来，我这头在给我女儿视频，我女儿说你能打进来，我真没想到。嗯，太好了，太好了，卢台长，我想问您一下，对我丈夫一年前那个一年多一点，不到一年半，他去世了，我就不知道我丈夫现在在哪里，他46岁才走的，很年轻。叫什么名字啊？他叫于葛。鱼是什么鱼啊？鱼是干沟鱼，鱼市的鱼啊。那个葛是白葛蒸馏的葛，就是一个舟小船那个舟山的舟，完了可是的可。舟山的舟。可以的可。哦。嗯，白葛蒸馏那个葛。哦，白葛蒸馏，知道了。嗯。你给他念过小房子吗？我给他念过小房子。多少张啊？啊，我和我妈妈一起合起来念，我妈妈一直，哎呀，我能接触到你也是因为我妈妈都80岁了，我妈妈念了10章，我念了32章，但是我还给了她那个她就是我丈夫的爸爸。哎，不要讲了，看见了。嗯。还在下面。是吗？嗯。还不好吗？不好，这个人很瘦的。人很瘦。嗯。那他现在很不好吗？当然不好了，这下面会好的。啊，那怎么办呢？你说呢？我可以说，对，卢台长，你能帮帮我们怎么样？我继续读小房子。你要给他再念56章。再念56章。嗯。好的。看看能不能投一个人，或者是能够到阿修罗道。啊，到阿修罗道，好的，就是我，好的，那我为他，我一定这个事努力去做。我告诉你，嗯，你再不努力，他要找你麻烦的。他要找我麻烦。你已经有麻烦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对你的感情有点变化，他很不满意。是吗？嗯。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有人给你提过亲？给我提过亲？没有啊。有。没有。是吗？啊。有人跟你讲过，就是说要跟你说，叫你再找一个。啊，有人。有，我跟你说有什么就有了。他现在跟我给我的信息就是说，你这个事情，现在你把他弄在下面，他一定不会同意的，所以你不会成功的，你听得懂吗？啊，我那个什么，卢太太，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这种。你没有这个想法，人家跟你讲过，他都不会让你成功的，你听得懂吗？身体。嗯，是，那这样，那卢台长是这样，我现在自己有麻烦，现在大夫已经给我，大夫检查我乳房，就我现在说我还没能拿到活检报告，还没拿到。乳腺增生。乳腺增生，他那个大夫说是90%是乳腺癌。乳腺增生就乳腺癌呀。啊。我帮你看看严重要不，就是说严重不严重。
但是现在我还没拿到活检报告。我要，你要不要我看呢？要你看，太谢谢你了。你要看的话嘛，你就你哎。谢谢你啊。你属什么？几几年的？我属兔，1963年，1963年属兔。哎呦，是了，已经是了。已经是了。啊，有两个孩子。我自己。有两个打胎的孩子在你身上。有两个打胎，你自己明白了不啦？明白啊。啊，你不打胎的孩子有的吗？我打过胎，我打过三个胎好像。三个胎，现在有两个在你上面。那我怎么办呢？你赶快念小房子，你小房子不够啊，还给人家念了，先给你自己念念吧。先给自己念。哎，赶快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这两个孩子现在搞得你蛮惨的。实际上他们经常过去，就是他们没有让你乳腺增生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经常在你的喉咙这个地方。所以你经常咳嗽、伤风感冒、咽喉肿痛。然后他慢慢让你的腰受过伤。对不对呀？对，腰不好。我告诉你，现在让你乳腺增生，你要是再不把他们操住的话，他接下来就叫你长子宫肌瘤。你记住有一句话叫小鬼难缠。听得懂吗？知道。我们做错事情自己要懂得忏悔。好了。那我现在就要只有读小房子。只有读小房子，不读小房子没用的，还有做功课。大悲咒念7遍，心经念13遍，礼佛念3遍，消灾吉祥神咒念49遍，往生咒念21遍，好，姐姐咒念21遍。姐姐咒还有好吗？我别的都念过，姐姐咒没有。对，你可以把台长给你这录音在网上重新听的。好的。好吗？我的寿命有危险吗？我看看你现在几岁啊？我今年我还没到50周岁，生日还没过。我是2013年10月26号才是50周岁。你现在讲给我听，几几年属什么？我是1963年10月26。属什么，小姐？属兔。现在几岁？现在五十还不到50周岁，50虚岁。阳寿还有呢，死不了。那我死不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好好的修心念经啊，不要再作孽了。你知道打死孩子这种都是作孽呀，他不报你报谁呀？好了。是。好了。那太谢谢你了。那我丈夫这个，我是不是能可以帮他带上来呢？我为他做了很多事儿。现在影响你身体的是两个打胎的孩子。不是和我丈夫没关系。你先丈夫，你帮他好好念上去嘛就好了。好的。你丈夫就是说你，就是可能也是有点嫉妒你的啊。是吗？好了。谢谢。好了。那好，你我没有危险哈，现在看来。我女儿。我已经跟你说了，你有阳寿，但是你要记住，有阳寿归阳寿，如果不好好的珍惜，照样会到了劫就走掉，明白了吗？那个劫是这个什么概念？49岁、39岁、29岁都是劫。那我现在是50岁到59岁是劫。你哎呀，是369都是劫，逢369。好。明白了吗？那您是说我这个，我不知道，我就是有10年还是3年，就这个能看能说吗？你我可以告诉你，这种事情你听了有什么用啊？你想想看，过去有一个人，人家从小给他算命，说他可以活到80岁呢，结果他做了很多恶事，到了32岁被车撞死了。这个靠你自己修的。有一个了凡四训，人家说他40几岁的命，人家活到70几岁，说到身边没有孩子，人家全身边都是孩子，子孙满堂，人家修行修出来的，你听得懂吗？好，明白了。你要知道这个命是没有用的，要靠自己不断的修可以改变它，否则要修什么心啊？明白。好了，我现在一直在学佛。也是一直在。好了。好，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吗？听得见。喂，师傅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请您看
看两位，一位是1935年的猪，他身体很不好，然后现在是心脏衰竭，要上呼吸机了，腿脚也不好。男的女的？想问问师傅，他要怎么修？女的，1935年的猪。麻烦了。他要怎么修身体？他是一个大劫啊。那个。他已经是个大劫了，嗯，大劫了，嗯。我告诉你，拖他的不是拖他的心脏这个地方，拖他的是从他的肠胃这里开始的。哦。他的肠胃和他肝，全部这个灵性就在他肠胃肝这个地方，还有从腰部、肾脏这个地方开始弄他的。哦。我告诉你，他现在整个内脏都不好。嗯，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啊，就这样。因为他身份也比较特殊，他这个怎么办呢？他想把这个业障怎么样才能消掉呢？你现在给他叫他念小房子呀，家里念小房子。他我不管他什么身份，你至少要记住，要相信的。他如果不相信的话，人家帮他念都没用的。他自己修的。啊，自己修嘛就可以了，自己修就好好念的。要念。小房子给他念78章，这一波78章，35年的是吧？对，35年的猪。我看看啊，35年几岁啊？我看看他还有阳寿没有阳寿？78，你看台长叫他念78章吧，跟你说一个节呀。嗯，对的。嗯。78，我看啊。嗯，你不要告诉他，你不要告诉他活几岁啊，听得懂吗？哦。啊，他在边上啊，那我不讲了。嗯。不在。不在，2年到3年左右，结束了。哎，好的，那。嗯。好的，那他那个，那他尽他自己能量，这几年拼命念吧。他一共要念多少章？这几年之内。1800。1800张。嗯，放生要5000条鱼。5000条鱼。嗯。好的。明白吗？谢谢师傅开始。明白了。我跟你说，两年之后很麻烦的，就身体已经极度衰弱了。他如果这个关过掉，他还有2年到2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说拖不过3年的，你听得懂吗？明白。你一定要叫他真修的，而且叫他每天要走路，而且他阳气严重不足，最主要为。但是一直坐在那边的。你知道，哎，坐在那里不走路呀。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主要心中啊有烦恼。其实我告诉你，他心中很恨很多事情，因为很多人搞他，很多人对他不好，他非常恨。对，他现在大环境是比较差的。哎，好了，讲都不要讲了。哦。叫他要想明白了呀，有的时候人呐，到了什么时候要说什么话的，下来了，年纪大了，没人尊敬，没人捧着你了，没有关系的，不要把自己的过去永远拿在身上，会害死自己的，听得懂吗？好的，要好好劝劝他了，放下自己了。你是谁呀？你现在就是讲难听一点，你就是现在李时珍活过来，人家也不看你李时珍，人家全部都去看西医去了，到医院去看了，你治不了，你治不了人家的病了吗？哎呀，这个人就是放不下，明白了吗？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嗯。有一位同修了，他就说被石头砸中了，然后砸中之后呢就送到医院抢救，然后医院抢救出现一个牌子叫做抢救无效，就这个人死亡，然后同修还看到他，就是说问他，他看到他旁边的灵魂在旁边，他就问他你是不是已经死了，然后那个同修就说是的，我已经死了，然后那个同修说我能抱抱你吗？但是现实生活中间这个同修了还活着，明年了可能是一个关口啊，那麻烦了，要准备死吧，真的很麻烦。嗯，
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他不相信的话，那他应该。他不相信的话，他会他会出大事呢。嗯，他相信的是我们同修。像这种事情，像这种事情，你最好最好跟师傅开法会的时候，得到师傅一些加持的话，可能会过得去这个关。嗯。因为我们那个三月份会参加您的法会的。啊，因为有些事情师父不大好讲，我因为一直叫讲的话，但好的人越来越多也不行。实际上呢，每一次开法会的时候呢，师父都求观世音菩萨，还有众位护法神啊，那个龙天护法，都给大家做很多的加持的，你明白吗？嗯，明白师父。这种关的话，实际上就是他前世所造的业，到了这个关的时候，他就会过不去，明白了吗？但是要记住一句话，凡是在梦中出现，是这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只要出现了，就是还是提早告诉他，提早告诉他的意思还是要救他。所以还有救。如果真的比方说啊，那些下面的黑白无常不让台长说的话，就是救不了的，这人完全救不了的，我告诉你，他连这种梦都做不到，明白了吗？嗯，明白师父。好吗？那师父就是同修他同修他许愿了是108张小房子，然后就是化解这个灾劫嘛，然后他现在呢已经送掉了大概有21张了。哎，不单单小房子，消灾也加到108。不是小房子的问题，他放生，他要许大愿。放生，他要许大愿。他年30当天晚上许愿是那个放那个就是说终身吃长素。没有，那叫终身吃，这叫大愿呐！我终身不闯红灯。明白了，师傅。这大愿的，这个什么愿呢？我终身不杀人，那算愿力吗？是，我明白。我这辈子再也不杀人了，这叫愿力吗？你本来做人就不应该杀人，你本来做人就不应该闯红灯的，你本来做人就不应该吃活的东西的，听不懂啊？我明白师父，听得懂。叫大愿的，年三十晚上许这种叫大愿，怎么不死才怪呢？哎。嗯。你要救人，要救多少人？要发这种愿的，明白了吗？嗯。哎，我明白了师父，好了好了，做功德我明白了师父。他梦见有跟很多人在一起，然后呢有一个人就是很像台长，就过去跟他说话，就说你老公还有几个月可以活，就是说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说他脖子上有很多灵性，身上也有很多灵性，然后他一下就愣了，然后看看他老公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人说完以后就出去了，然后他就追出去就哭着跟那个人说，就说有没有办法保留她老公，她说要不要需不需要建很多小房子，然后那个人就说没有办法了，她说现在用小房子也没有办法，然后就叫她说那么这样吧，然后她就哭嘛，然后那个人说那这样吧你就跟我来吧，然后她就跟那个人就走到一个房间里面去了，但是看见房间里面有很多人，然后她又突然就感觉那个人又不是台长了，然后她就醒过来了，就说她很怕，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至少说她的老公有劫，就是有劫哈。但是这个人是以台长的样子出现，对，来提醒他，这种可能性完全有的。哦，就是来提醒他老公有劫，就是说对对，但是不一定是台长。就他这种要练多少小房子呢？像他这种啊，要许大愿了。要延寿，否则的话，他老公真会有问题的。就他老公许大愿。对。那要不要练小房子？要，小房子有的念。就是49张，49张一波。至少念8波。哦，8波哈。好的，好像他就是这个，是不是33了？好像。33就是要走人的呀。好像是。像这种留不下来的，有可能车祸。好的。平时身体好好的，就是车祸了。好吗？他就身体还比较好。好的，谢谢师傅，再见，谢谢，感恩，再见。我和他看图哥，你就是说他今年会有桃花劫，你叫我千万要忍耐。看见了吗？台长，你说千万要忍耐，你对我说。你也是新加坡的？我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我就告诉你呀，你和我记住了。
啊，你给我记住了，台长的法身来帮你忙，而且帮你直接就说你老公今年会有桃花劫，叫你一定要忍耐。你还听不懂台长的苦心啊？你哪怕看见他了，你就睁个眼闭一个眼，没有办法的，很多事情听得懂吗？一直狂念小房子，狂念要克制，也不要憋到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憋出毛病出来了，要想通，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的肉身不就这么回事吗？嗯，对不对啊？对对对，什么了不起的？你告诉我呀！嗯、哎呦，不得了嘞！哎呀！哎呦，我老公啊！哎呀，他怎么样？我不得了了，去死呀！去上吊去啊！你不照样活的？那人家第二次结婚的人，人家想起这个谁跟他第一次的时候，人家就不活了。那你第二次还结什么婚啊？听不懂啊？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奉子成婚的。那好啦，奉子成婚，我告诉你都一样。什么疯子不疯子啦、不要变疯子就好了。就是台长，我就是一会去菩萨来弄一给我指点指点，就是看我和我。台长不是台长，那就是你的菩萨大，就是说连师父台长到梦里来劝你，你都不卖账。现在说要请观世音菩萨到梦里来劝你。对不对啊？菩萨也是有点化过，不是、哎、好了，是梦见我求了菩萨，然后我就梦见了菩萨来梦里，就是告诉我呢，嗯、我丈夫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然后还说那个女人钻石戒指，那个女人还拿到我的面前炫耀，对我说哇，我的丈夫送她钻石戒指，送了怎么样了？送了就送了，嗯，送了就送了，有什么办法啊？嗯嗯嗯，你没有办法的事情就不要去想办法，有什么办法？嗯，我告诉你，人有时候随缘，那就是一种气度，那就是一种境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讲老实话，你讲自己在作贱，他跟这个女人跟那个女人，他自己难过，他到时候又不能跟人家好，他自己痛苦，他造业造的越多。有在梦里有跟我说，就是他们会到职业，我会都处比较好。看见了吗？到了晚年你一定比较好。到职业这样。啊，到十月之后，慢慢你老公就会反省过来了。讲老实话，你老公又不是个大老板，人家只不过跟他玩玩感情，他以后人家十月份把他弄掉了，他回到家还是老婆好，听得懂吗？再反过来说，你这个老婆他又甩不掉的，你怕什么啦？嗯嗯。因为你老公又不是什么小开，又不是什么有钱的，然后人家死盯着他，没有的。人家跟他玩玩了，他自己不就是我如果就是我冤结的小房子还有他的药精者位多念经不就好了呀，有什么想不通的啦、嗯、不要去乱想、嗯、这种女人们也是的呀，女人们就是可怜虫啊，今天跟这个、嗯、明天跟那个、嗯、你想想看，就像一个什么一样的像什么的，这个就今天给人家那个送包礼物，今天给人家把这包礼物过两天又送给其他人，不送来送去啊，这种女人不可怜的、啊、你一个人的一个跟着这个男人一个女人一直跟着这个男人，就等于这样东西一直跟着人家家里啊，不要送来送去的呀，那个东西就是送不来送不去嘛，所以到处送的呀，听得懂了？嗯嗯嗯，好了。那么我本身要念阴结的小房子才有念他要经者的吗？解节奏，解节奏，阴结小房子需要念吗？阴结小房子啊，嗯，解冤结要念的49遍那个解结咒，然后小房子要21章这么念的。给他的药精者呢？念到十月份。给他的药精者还有冤结的吗？念到你自己的时间吧，就是念到你自己的药精者和他的药精者都可以。我自己的药精者和他的药精者都可以啊。帮我看一下52年的龙。五二年，他的肝呢，还有前列腺都有问题。我看看，五二年属龙的是吧？嗯。嗯，是。哎呀。肝是吧？没想到我能打通、嗯。对，他肝上面有瘤子，好像。啊，看到了。我告诉你，这个肝很不好，前列腺问题现在不大，前列腺现在是肥大，你听得懂吗？只是肥大是吧？对，还没到呢、哦、还没到生癌症的地步、哦、但是他这个肝有一个肉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对对，有个血管瘤，对，就是一个血管瘤，人家说起来就是有点像痦子一样的这种东西长在血管上面，明白吗？
哦，好好，那我现在要给他念多少张房子？我告诉你，你现在赶紧啊，叫他先念87张啊。哦，我给他许了300张，这次去法会的时候和观音堂。但是现在，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问题，他自己不是贪心就麻烦了。我从法会回来，他现在开始做基本功课，他在念，但是好像有时候会停。啊，你要跟他要听台长说的，要跟他说，他就一定会念。你要跟他讲的，你要告诉他，他这个发展下去非常危险的，他现在有结，是吧？啊，他这个肝有结了，你听得懂吗？你要跟他讲了。有结呀。啊，他如果不放生，他再吃活的海鲜的话，他这个命啊，没几年，我就讲给你听吧。我们家很几年前都不吃活的东西了，已经。对，但是慢慢 的，但是初一十五也要也要放生。都吃素，现在吃素。啊，吃素啊。啊，放生我有放。许愿。对对对。许愿要跟他说的。他身上有灵性吗，台长？有啊有啊有啊，嗯。是个女的是吗？对，那个老太太，嗯。那是他妈妈，我知道，他经常念叨他妈妈。嗯、对，我告诉你，很麻烦的，老在他身上啊。嗯，然后是87张房子，我念还是我还是念300张吧。嗯，然后放生，给他让他自己念经是吧？对。他现在就是3遍大悲咒，7遍心经，1遍礼佛。对，现在可以的。嗯，3遍大悲咒，7遍心经，他现在念的太少了。嗯，叫他念，叫他念往生咒，往生咒念49遍。49，好，好。好吧。我跟他说，他说一定要台长跟他说了，他就好好念。我跟他说怎么说都没用。那你要告诉他，然后台长，你要告诉他，他啊，你说台长，你说他要是再吃活的海鲜的话，他命就没了。好，我给他听录音。好吧。我给他听录音。好了。哎呀，好热。另外，台长帮我看一下啊。喂，你是卢台长？我是啊，老妈妈。卢台长你好。嗯。谢谢卢台长，啊，谢谢观世音菩萨。嗯。我想问一下啊。45年的鸡。45年属鸡，男的女的？男的。45年属鸡的，我看一下啊。啊，好的，谢谢你，卢台长。好，看到了，你想问什么？告诉我。我想问一下他的身体啊。那现在这样啊，我帮你从上讲到下啊。哦，好的好的。他的身体首先脖子这个地方，咽喉啊，喉咙这个地方啊，就是像人家有点像人家那个缺点呐，啊，就是，哦，就是像那个甲状腺一样的，嗯。哦。你叫他一定要当心，因为他经常咳嗽，而且呢，哦，经常伤风感冒。人很容易不舒服，嗯，对，我告诉你，他喉咙非常不好，经常咳嗽的，嗯，哦，明白了吗？啊，明白。这是第一个。哦，好的。第二个呢，我叫你呢要当心呢，他的脖子，就是刚刚是脖子，现在是肩膀。哦。他的肩膀和腰都不好。哦，好的。第三是前列腺。哦。小便不好。哦。第四是肝。肝不好，肝不好，哦，明白吗？他因为老觉得疲倦，我现在看他这个肝边上有白白的一层，我看他这个一定是脂肪肝。哦，老妈妈，你听得懂吗？哦，听得懂。嗯，罗队长。嗯。他那个脂肪肝是没有的。嗯。脂肪肝没有的，他是那个吃素的啦。嗯。脂肪肝没有的，他经常在那个。你问过，你查过没有？吃素照样会有脂肪肝。哦，知道的，他经常在查的。啊，老妈妈，你听过？经常在那个去那个检查的。我跟你讲，你就去叫他当心一点就好了。哦，好的。因为像这种情况很多的，台长看出来了，哦，他自己还不知道。哦。你叫他去一查就知道了。哦，好的。好吗？嗯，好好好。嗯，其他呢还看呢，就是关节不好。哦。还有他的肠胃啊，胃啊有点下垂。胃有点下垂。所以他吃完东西总是肚子胀胀的。不容易消化。就这点东西了。好的。好吗？没有，还有一个嘛，就是掉头发掉的蛮厉害。掉头发。好吗？好的。嗯。好了。罗队长。那他
要怎么做呢？他，你叫他，你叫他念心经啊。念心经。哎。啊，念多少？因为你现在帮他这么着急，他不是太相信的，嗯。哦，他不是太相信。他是在念的。啊，念的话。心经他每天都念的。每天念，但是他心里啊。有心里可能还不是完全相信，要当心。哦，心里还不是完全相信。你叫他当心点。我现在看他的图腾，好像不是太相信，嗯。哦，不是太相信。他是试试看，是你们叫他的，逼着他的，他就说试试看。哦，逼着他叫他试试看的。哎。哦、我们逼着他，他就试试看，是不是的？哎。就是这个意思。哎。啊、好。好吗，老妈妈？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念心经啊。念心经啊，再给他念一点往生咒。往生咒。哎、嗯。这另外呢？另外就是给他念点解结咒。解结咒。哎、嗯。啊。其他呢，就是叫他念个三遍大悲咒。三遍大悲咒啊。啊，念。他每天念49遍。大悲咒，哎呦，那很好了。心经也是49遍。哦，那很好。那你叫他大悲咒改到。礼佛大忏悔文5遍。老妈妈，你能不能叫他大悲咒减到21遍呢？哦，好的好的。你叫他心经49遍继续念下去。哦，好的。你叫他念一个圣无量寿。哦，圣无量寿。哎，老妈妈，我看见他在去年也不知道前年，他有个劫。是的。前年好像、前年是个节，你听得懂吗？听得懂。他过了，但是他就是因为现在念经了，所以他还不错，否则的话他早出事了。哦，好，对对对。听得懂了吗？好吗？好好念，帮他念吧。好的，他自己会念。好。